还是你脱脚？整骨，整骨。脱动作就好了，脱脚，脱脚他可能会更痛。还是你脱我的脚就好了，做个动作。我跟你互动太多了，我想加一个这个。好来哦。你就不要抖。好，我不要抖，不要抖。好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。咔咔咔。好，那钟汉被踢走了。钟汉，哎，没有，只有钟汉，只有钟汉。我被踢走了。然后我拖你的脚。好。对啊，你想要同一个敬畏吗？还是就是还是你要换一点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我来这边。等一下，遮住我的眼睛。好了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咔咔咔。哦，有点痛的。再往里看。好，下一位。超累的。好了，三二一，走。自己起来。下一。再次哦，好，来三二一，走。好，咔咔咔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想看一下吗？好。看你狰狞。哇。还是这一个要剪辑，自己教起来。老汉推车失败，失败。你怎么好像要救他的感觉、啊？还行啊，还行，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好，有一个人要被我拖进气死哦。你说过程哦？没有没有过程、啊，就是一个意思一下这样，然后后面再冒烟嘛。后面再冒烟，那还要打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的里面可能打个灯，然后就是。等我笑，等等等。这么早就释放他了吗？那我先讲，只是先看一下我的烟。那就谢玉哲让我拖吧。毕竟我拖，怎么拖？你就坐在这边就好，然后我会把你拉拉拉拉，但我不会拉到这边来。嗯，对，就是示意。OK OK， 好。就他俩就直接把你扛起来，那你就完了。哎，最后变成谋杀案，怎么的？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没有错，但没有想到谋杀这么彻底。不然你要杀一半吗？那不是更残忍吗？那个是窗户吗？那个户外的窗户。是耶。好，我意思。哎，这边杀手吗？应该还好了，反正就乱嘛。啊，你要怎么拖我？你先用嘴巴讲一下，你要怎么拖？等我一下。